大家好 ，Mio です。现在我是隔离中，隔离中です。我几天前回来台湾，そして、はい、今おとなしく家で一人で隔离中です。ということで、我今天想要吃这个，耶、yeah! ！台湾人都吃过吧？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们说他们常常吃这个，他们呢？我上次吃、啊、你们请看我上次第一次吃台湾最有名最有名最红的 cup ramen 的影片。我其实那时候第一次吃台湾的 cup ramen， 然后这次是第二次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。我常常看到那个在便利商店那个超市那边，我常常看到，然后我每次都有好奇，但是我是健康的人，所以我没有吃的机会，但是这次是刚好有机会了。早速食べ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。この線までね。お、お、なんか怪しい。え、何これ。なんかめっちゃ見て、お、見て油固ま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。这个应该要これだよね。加热水をこうやってやんなきゃだよね。お、ちょっと恶心ですねこれは。はいはい、そして。スープの素ね。あやば、好久没有看到这种东西ですよ。因为我真的，我吃上次吃的那个是，又是半年前。这 OK 吧？半年没有吃不健康的东西，所以，哎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说太多了。嘿，加热水 OK 了。啊，上本上本上本。哎 ，start。ね、これ置かなきゃだよね、ここにね。这个 OK 吗？完全不知道。おお、已经なんかちょっと、おお、ちょっとね、溶けてきたよ。おお、いい感じ、いい感じ。つつつつつ。まだかな、まだかな。できました。三分。さ、お、これね、お、ちょっと、これいい感じ、いい感じ。オイルに很有有オイルに变成了です。さて、第一次看哦，怎么样？啊嘛，普通，普通ですよね。まだまだ还没加粉的这个 oil です。其实这个 oil 很重要耶，調味料。丢掉了，なんか干豆腐みたいな雰囲気のものが。して、いいんだよね。这个 OK 吗？都一起加就好了吗？啊，这这很油ですね。ちょっと、啊，全然うまく開けられない。疲れた。はいよ。不过的话，应该味道不一样。哎，洗手了。哎呀，不，时间过了太多了。さ、どうでしょうか。哦，哎，那个颜色很淡呢。这个 OK 吗？这个是肉燥，我以为颜色更浓。まずスープから。お、这个味道是什么？我没有喝过的味道哎。哦，嗯，嗯，嗯，美味しい。なんだろう。
我以为这个是干豆腐呢，是不是？还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？个日本没有的味道的是哟。好吃。啊，要不真的好久没吃，半年没吃。我这几天回来后还是在家自己煮饭，所以今天很想要吃不是自己煮的东西，感觉是不健康的东西。でもなんか、味道不浓。不太会浓的是。それか、我加了这个是不够吗？反正有趣的味道，面白い味です。不知道，但是想要继续喝这个汤。嗨，那个真正我想象的，我比想象的不一样的，我现在惊讶。所以你们大家都觉得这个面怎么样？你们也很喜欢吗？我想要知道，所以给我留言。然后我想要知道你们喜欢的面，自己也我看到你们的留言，然后我研究哦，大家喜欢的面是这个哦，是哦，这个是哦，这样。所以这次也很期待你们的回答，请给我留言哦。またね。我继续隔离，加油！谢谢看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开启小铃铛。